块都可以单独的去更换。有些比如说这个实验全部做完了，我们就后续就这一系列就不做了，重新上新的实验装置，还放在这个位置。鳜与鳜之间的有没有干扰过？是鳜与鳜之间我们是没有干扰，而且还要互相协作，他的一些样品要放到我们那手套箱里去做，就刚才这是互相配合，甚至他的一些样品拿到我们那个刚才那个刚才看着一个人的笑脸形状那个变种里可以实验鳜里边了，要做比对实验，